看看新闻网。那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抢先为您展示了中国梦之声导师试音会的录制实况。因为选人标准存在着分歧，所以韩红和黄晓明频频掐架，互不相让。那在今天的梦想花絮中，您会看到韩红展现她的十八般武艺，一会儿模仿孙楠，一会儿扭胯舞蹈，甚至亲身上阵来体验一把当学员的感觉。难道韩红要把中国梦之声办成她一个人的演唱会吗？哎，趁现在他们没来，给我试一下吧，我好想感觉一下。要唱了？哎，我就试一下，感觉是什么样的？你是几号呢？哎，我试一下，我也。哎，我试一下。你真可爱。哎，让我试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来。哎，让我试一下。好可爱啊、哦！哎，让我试一下嘛，我就试一下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比过哎。好。我试，那我试一下。来。哎呀，好紧张。真的假的？来，这位同学，老师好。来唱什么歌？唱，随便了。老师点唱什么？什么随便？你很不尊重我们了。什么叫随便？那个年龄。哎，拯救怎么唱了啊？没有。哎，还没让你唱歌呢。年龄。年龄。二十七。骗子！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老师，我没有骗你。不真诚。三十七。怪不得牙都那么大口了。好吧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拯救。拯救谁的？孙楠拯救。我那歌很难唱，能行吗？我替你担心。我可以吗？啊，来。没有你，哒哒滴滴滴哒哒。才刚开口就忘词的韩红，除了开头的三个词，剩下的通篇都用滴滴答答带过。这还不算，唱到高潮时，韩红才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唱的不是拯救。燃烧，老师，我唱的是你快回来，老师。我觉得也是。你快回来，生命因你而精彩，你快回来。韩红的天籁之声毋庸置疑，但是同样作为梦想导师的李玟又开发了韩红的另一项本领。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。好，现在跳一个、跳一个甩屁股的。倒数开始，你可以唱吗？我来。可以啊，来。倒数开始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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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第一次当选手的韩红，在又唱又跳下场后，大叹实在是太满足。你怎么长那么像韩红啊？好满足啊！哎呦，对呀，真的我很满足，有点爽死了。哎呀，我从来没参过赛耶！哇，站在上面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感觉是什么？我站在上面，哎，我就想给你们唱最好听的。真的，我如果他们要是可以像我这样的话，可能就能过了。感慨一番后，韩红还不忘询问自己刚才的表现，甚至还跟总导演王磊清卖起了萌。哎，真的，在座的弟兄们、工作人员，如果刚才那个歌手能不能过，真的。当然能，肯定能过啊，对不对？那不嫌他胖吗？不差。嗨，亲亲。